你刹车集气加卡位。这个开局对于阿尼来说很舒服，嗯。0.4的距离，这张图，哎呦，这得问问谁？问阿康啊，问阿哎，这康。得问问阿康是怎么回事？对，这真的近乎于完全同款啊。双子星是得这样的。啊，你这一局稳了呀，前面弹射，没问题，单圈38秒75，可以，平稳，留一个宽，这出完真快。对，WC WW，节奏挺好的，哦，完美弧线，真完美啊，都没有点飘了啊，就轻点了一下刹车，嗯，风仔的记录也跑出来了。对。前面轻甩，有路机会线很啊。好，有机会，这就是他落地点了。落地以两下后，车，风仔这个下过山车下的要更早一对，些，上这一个局要的更路快线一也些。更好。对，那再接最后一个弹射，可以恭喜阿英先拿了1分13秒79，也很快。把那个，对，不是背胶，把那个世曝光界给固定了以直后，接刚，这你真想不到吧？我发现拿手机怼到这给能你们想到的看那话，个好是像阿英有看可不太能会清选。楚了啊，看不太清阿楚妮了。选的话，也得是在相对来说就是比分很焦灼。对你这末影青龙就打完了呀？啊，可以。海神不是说今天来这边吗？来了，他跟张恩国一起住，张恩国跟海神一起住，霍金一个人住。本来说张恩国、海神、霍金三个人住一起，然后霍金海房神子不够先获大，得0.2，但这然张后就图三个人，然后张恩国就任跟何海一个神弹两个出人投租了票个都会房给子。到对手机会。对。哎呦，没给弹出了。来，先给一个。但这边阿如果过来再森，解血，跑了一阿刀，森看是情啊。况。过来这阿边森路他那线，边也但挺这难换受过来的。这边更阿森他激那进一边，点，对，换他来追路线，他那边上面有其个实这坐个路月线子啊，的可以小接姐住，姐，因为你可以看着他的路线就来跑，是而且对手可能会有点紧张。哎，这里野老人是放说出来他了，但太吵是了，速他度在那没有边他住们的预也想，挺但难是路受线变得更加极限了。是这段路跟车跟得太近啊！了，ECU 过来之后撞后我这个艾特只谁有他妈单知方道的关选择门？呢？这一局哎呀，我等下晚上还要发一次嘛。1.6秒，虽然在这张图来说不是很远，就只要阿尼给一个失误，我还待是会属于，还要发一次但的是嘛。solo 赛当中失误不会给那么多。对，断空，阿尼左下角通知群啊，兄弟们，没加的可以加一下啊。很稳。哎，哎，这一块哎，反倒是给了月上哎，机会，就啊，1.6吗？不是，啊，顶到了车尾，下面这个弯道还是甩出来了。你看这不 ECU 搞释吗？放以后的转向谁更极限？还是阿尼月 WCW 上？没有叠出来，那月上能够拿到这一分？好了，来看一下这把神都千古横照啊，神都千古横，神都千古横照这张地图，也是比较吃稳定性啊，比较吃稳定性。它是一张没有特别多运气成分的一张图，单纯就是谁的稳定性强谁就牛逼啊，单纯就是谁的稳定性强谁就牛逼。这张地图跑的极限也就02，看起步，起步也很重要啊。这张图阿尼在，哇，阿尼在劣势位置线出来了，那就证明按的是比月上要快一点的。就是轻微的调了一下车头。向左的一个弹射甩尾，月上没弹出来。好，这边一个断空飘，顺侧起手的断空飘，落地拖了一下，反方向暴力入弯 CW 单喷，那这边重新开启氮气。啊，你确定不开氮气吗？那这边被阿尼直接拉远了，拉到1秒钟了。1秒钟对于神都千古来说可以说是不可后追距离了啊，压根就可以说是不可后追距离。因为这张地图失误点比较少啊，特别是哈雷特，哈雷特没有那个冲刺 ECU，失误点特别少。这个地方算是一个小失误点。好，再来一个点飘，一个顺侧快出。好了，这边是不需要提前下荷花池啊，这个最大的一个失误点也免了。那这一把的话，阿尼应该不成问题。反向一个暴力入弯，应该是有个1分02钟啊。哎，这个成绩好快啊，兄弟们，1分02.48。WCW 断空飘落地接顺车，好快，02.4。哇，快呀，兄弟们，02.5啊。哎，这一波操作，恭喜阿尼。哎。这个成绩有点快了，这个成绩有点快了，兄弟们，这个成绩我们一把都不一定跑出来的。赛季我们打破记录的次数也终于上了2位数了。
好，兄弟们啊，来看一下这把美洲大峡谷啊。两边用的宠物不太一样。高达骂的好脏。龙神和瑞泽祥林，瑞泽祥林可以搏一下起步。你他妈骂我！好了，美洲大峡谷啊，看一下月上这边双射程起步，阿妮这边单射程起步，那这样月上的集气会快一点，果然啊，我就说月上集气应该会快一些啊。好 ，ECU 闭环哦，那这边没气啊，阿妮单管氮气，双管氮气跑法，双管氮气没挤满，点飘，再来个空喷落地，月上这边氮气节奏是没有任何问题的，集气量也是没有问题的，弹射甩尾，反方向一个顺侧快速出弯，反方向再来个暴力入弯。好，目前来说路线还是比较好的，慢中出，来到了美洲大峡谷第一个进道。一个暴力入弯 ECU 卡气，再次空放氮气顺侧快出，右边空喷落地留一个落地喷。你看他 solo 这个细节就很好，确实，不管是这个细节确实很好啊。好，再来一个撞墙点喷，哇，完美路线，完美撞墙。哎，这边失误了，问题不大，只要插进去没有撞啊，问题就不大。再来个甩尾留一个小喷暴力入弯，再来个甩尾快速出弯。我靠，这边感觉比分要追到二比二了啊。暴力入弯啊，这把打成了回合制的游戏。卡曼输了，卡曼输了，卡曼输了！哎呀，卡曼输了呀！我操，他这个慢速卡的我是真没看懂啊！哎，是真没看懂，他是卡慢速。哎，为什么那个地方会卡慢速啊？看起步。好了，来到了赤橙红叶啊。起步月上更快一些。哇，这月上这个细节好好啊，前面两个贴弯简直是贴到墙里面去了。哎，但是阿妮这个出弯想顶屁股，这个弯不要云对抗了就没问题。对，就怕这个弯云对抗，云对抗那个脱接弯大概率会撞。他的快出很快，这开局25秒的时间，月上的这个好点飘，阿妮这点飘肥了。阿妮其实不着急，因为这张图主要还是在后半段当中。这里发生连续的对抗反倒是会影响自己的路线的，是确实是这个。哎，这边月上连带了一下顺侧快出，反方向脱接出弯，阿妮完美路线，月上重新双杀断带，但还是可追的。但是月上这个路线崩了啊，但还好前面阿妮不是特别快，暴力入弯。我觉得后置位要急上一级了，确实要急了，因为前面已经没有太多的一个点了，这个地方如果再不对抗的话也没有机会去对抗啊，没有机会对抗，你还要拉近。哦，那没自己出完又着急了，那这局比赛又走远了，急了就记了，而且要赛点了呀。最后一个 ECU 1分07秒2，可以恭喜阿妮拿下了赛点啊，比赛的赛点4比1。哦，月上选择的对貂毛是什么？貂毛就是貂皮大衣的毛啊。大赛二位的时候的团队网图，俗称貂毛。有些许的说法的，下起步。月上侧身又没喷，好像二位的时候就有选手这里没喷，又没弹出来。月上。哦，这局比赛开局落后了0.7。但是好消息，这脱飘没有好消息，好消息了。好消息就是现在比赛还没结束，但是坏消息是现在对面赛点局落后2秒。这只能寄希望于阿妮出现失误了呀。是啊，而阿妮在这张图前国服不是跟你开玩笑的。是的，这场比赛1-2的团队网图，这种情况还是不要轻易的去照亮。是的，再叠双被动，而且现在已然是伊萨的赛点局啊。那这一局龙金湖阿妮能够跑到一个怎样成绩？哎，第一圈完成不错，48.2。这里转向过来，跳板弹射，门刹车，哎，33了呀，直接极限起来了，33了，这个记录也跑了出来。哎，今天阿妮打药了吧？这局感觉33了。稳住的 WCW 顺车 ECU。 这个路线稍微求稳了一些，拉近了一点距离。哎呀没了，有这个阿生的距离，迅速通过一个木板桥，直接反超了。有弹射双飞，在后半段当中就有差别，也不会有太大的距离了。是哦，最后一个转向34.01，差0.02。不过阿妮还是直接拿下本场比赛的胜利。是的，让我们恭喜 E-Star。 E-Star 连续两天。